OK，应该有声音了吧？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研究生台湾》，Welcome to 又来聊开心了。我们现在进行的是这一周的 Bossy Dog 都是召开，终于来到了 Episode 8，第八集的时间了啊！虽然说，凌晨说就已经更新了，不过，因为，昨天身体状况有点差啊，所以昨天晚上也没有开台嘛。对，好了，那么我们就赶快来。开始吧，这样哈，时间，下大雨，上次的那个，真的，明明做了这么多晴天娃娃，结果全部都。对对对，波波子也没有办法下台风啊！就可怜啊，きついな。啊，感觉那伤超级伤心的。啊，姉ちゃん。あっち行ってよ。姉ちゃん可愛いのね。で、そうな、そりゃしょうがないな。あれ、りょうさん。真是下北泽大天使，哪尼？呀呀呀呀呀呀呀！你这么喜欢那个眼镜吗？啊，来た来た！啊，お姉さん。诶，原来是学妹吗？めんどくさいやつ。よかった。あー、よかったー、新進化。よかったー。ハ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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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上次的。诶，声音好像。其实，哦，哦，诶，不接？哦，solo 吉他 hero 啦。すっげえ。哇！四个，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了。
すごーい、ぼっちかっこいい。あれ、ちゃな。よかったー。すっごーい。乾杯。ヨリン、ゾイさん、ありがとう。Thank you for following。あん、初見さん、いらっしゃいませ。虽然说半夜就已经更新了，不过现在才来看。你的 base 又忘掉了。哎 对，观众喷酒。base 手都是这样子的吗？被裁员傻笑，惨了好多小英的 motherfucker，那それはそうだね。お、月の雷雨？え？あ、直接往生。おめでとう。え、エヴァ。SNS 大臣だ。お、それな。心臓ビーム。まぶしい。真的，お姉ちゃん、お姉ちゃん要蒸发掉了。他的这边也要被净化掉了。进出 Starbucks。你说 Starbucks 的大中小的那个 size 也不一样。何あれ？那为什么没有办法念成那样子啦？啊，ポテトチップス。薯条啊，我才刚吃完薯饼而已。欸，怖！惨了惨了，外遇外遇，NTR 的味道。那，大有那，去子啊！惨了，进到波及的节奏了。大丈夫？いや、落ち着いて。そう、四、没错。四、没错。
哇卡噜！等到你大学毕业之后，才会发现，诶。啊！结果酒鬼未来真的要变成真了。这个脸都歪掉了。네 面白いじゃん。什么？什么是要把脸给磨回去吗？What？斯克拉汉桑卡，哪里？是叫名字了？诶，一个哟。惨了惨了，连吉他键都变成那样子了，卡哇伊酱，给我的。いくよー。精神崩壊。いや。来た来た。りょうさん。来た、行くよー。でも。それはそう。なあ。人気バンド。へえ。あ、にじかちゃん。暑假要结束了，怎么？バレた？现在才发现吗？喂，啊！结果第一个字你已经给他讲发现了。哦，第一集的时候说想要跟 Guitar Hero 一起演奏的事情吗？
不是。诶 哦，这个是讲之前的梦想了吗？哦，所以那一奖是为了尼基卡奖，所以才，哎呦，哎呦，那奖章。成为这个 study 的台柱吗？哇！哇！那不济！哇！世界平和。自信的。他又不是故意不权力的，ぼっちザロック。新曲？新 ending？还是特殊 ending？结束了吗？时间调整差不多了，天哪！怎么本季完结是不是？思科啊！才第八集，上次，后面还有四集不是吗？海边，海边，水着啊，又要等7年了，又要等7年了。快点执行我们的 Seasons Finale，把一周直接给秀过去吧！啊，よかった！那个 Guitar Hero 的事情还是专帮了啊！でもよかった！最后，ぼっちかっこいいよな！这第二首时候突然间来一个 solo。果然是只要波吉在 solo 的时候，怎么讲呢？
就完全没有说什么对不上拍的问题，那就是纯粹的吉他 hero 了嘛。哇，真的好帅哦！而且，哎，等一下，所以那个我那一场的学妹，她名字到底叫什么？等一下，这集还是没有讲啊？哎，这集有讲了吗？我刚刚有错过吗？哎，这集大概怎么样？最让我印象深刻应该是吉他讲吉他一个哟，吉他一个哟，对，啊，よかった。好了，准备再看一次吧。哎，不是，都是就该看过一次就好了嘛。我们下午的话，应该还会有水仙的魔咒呢。都是就该，我们就下午再继续吧。那么等一下应该会再开一个什么吧？Pokemon 嘛。原本我不是说昨天晚上要开 Pokemon 吗？结果突然间，昨天下午开完那个 Gintama 之后，突然间头一阵爆痛，然后我就跑去睡了，然后一睡就到半夜了。So, 我们等一下来开 Pokemon 吧。はい、じゃあ今回のぼちろく動視聴会はここまでです。よかったらチャンネル登録と高評価ついた方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じゃん。ヨレン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ルンツオイ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じゃあ、来週のぼちろく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また来週エンディング。